好，我是主播关宝。大家好，今天是2016年5月6号星期日，我是主播雅兰。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省城西宁海河东区有一家牛肉面馆常年被环卫工人半价，是什么？请现场的您具体描述。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感觉博主会吃得多，这就是为什么你总瘦的那么多的原因了。所以说大家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啊。男子走失，家人万分着急，稍后第一时间一起关注。接下来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微友呢也是又有新人来报道啊。再来看一看微友报告，没事啊，他说新人来报道了。然后打一个这个叫什么爱心的那种表。其实我觉得，如果照会去和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来听的话，是，所以说大家平时感到孤独的时候会怎么做呢？哈，那就是我们官方微信订阅号“听说听起”，来跟我们来看我们的微友啊，叫做正向热水啊。哎呀，又是这个早安的第一天，我们来给大家说说。今天说到每个人都年轻过，但不是每个人都懂得珍惜。或者你会认为大好时光暂走，有时候恢复也无妨，再等等也不急。20岁呢，你有多少正当年呢？你在冬天去寻找春天的头部，也在暮年感叹青春的流失，学会珍惜，不要把最精彩的人生过成最难忘的遗憾。说得非常好。那我们的听众草原游子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听说青海”的平台上，也发来了自己的早安问候，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你们辛苦了，天气又在变冷了，两位主持人要及时添加衣物，可别感冒哦。”然后呢，是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啊，没错，我们的节目很巧，真的是说巧了呢。没错，尤其是那个也是刚才说到这个天气情况，马上要降温了，甚至是最高气温呢都要降到10度以下。穿一穿自己的小棉衣啊，什么羽绒服啊，现在要避寒了。是的，有的时候搬衣服的时候也很难受啊，就是有的时候怕找不到衣服啊。那么一天的好心情从这里开始，今天早间进行时尚的最初。
三宝产品，说话都喝水，真的挺好的，我觉得。对对对，没有啥吃不亏的。啊，其他方面总有不易的地方呗，你不能老想着从哪边挣钱。没错，所以说像这个万老板啊，我觉得像他这样的怎么说呢，其实也是帮助别人，同时我觉得其实也是在整个为我们这个经营室的董事荣世茂啊都要做的自己的贡献。那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对于我们的生活中来做一个很好的榜样。是，我觉得虽不说我们能够做到万老板那样啊，能够为而多人提供半价的牛肉面，的生活当中，我们就能够学习他这样的这种做法。觉得像比如说少扔垃圾啊，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如果能把所有的这种，比如说垃圾、饮料瓶啊、烟头啊，能扔到他该去的地方，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些环保行为能够帮助到的。是，因为有句话叫做“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哈。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做一些小事去帮助别人，比如说我曾经在我的朋友圈里看到有一个朋友哈，说他本来不需要这个东西的，但是呢他就想起了他小的时候跟他奶奶一起去卖水果的经历。卖什么呢？因为当时是有一个老奶奶哈，在这个路边卖东西，然后呢他本来是不需要那个东西的，结果他就买了哈，也希望这个老奶奶能够早点回家。其实这样的一个温暖的行为呢，在你的身边呢时时刻刻都能发生，也希望呢各位朋友呢能够多一些关心，多一些关怀，去帮助身边的人。消防安全宣传提示，地面多以木材为主要建筑材料，火灾扩大特别大，平均约为现代建筑的30倍。寺庙为宗教活动场所，腹部悬挂的绸缎、经幡、伞盖、纤维织布、大量的彩绘锦绣、家居雕刻供奉的香烛纸张等物，都是易燃可燃物，大大增加了火灾特带。木结构建筑加之成本上千年来的风吹日晒，木结构含氧量降低，成了全灾土，极易燃烧，从而使火势蔓延扩大。消防安全宣传提示。
寺庙一旦发生火灾，必造成火烧连营，寺庙高空错落，相互连通，形成围栏，至少防火隔离。火灾发生时，火势极易通过直接燃烧、热辐射、黑火等方式蔓延和扩大。西景线，西宁到多普马省界这条路段，喀拉山底到距离温泉乡八公里处路段的变道通行，距离温泉乡4.7公里处过海山处、红土坡处、下大五口处，距离巴蜀峡镇1.3公里处靠近玉树方向。那么以上路段呢是劳改路改线，那么请广汽量呢改走这个先行的路段。从2016年9月30号对长安平路段的岔路整治封闭施工，现在呢是延期到了2017年7月30号。那提示过往车辆绕行共玉公路，同时呢在上述路段当中安装了安全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提前选择绕行路线。同时呢，查拉频道发现车辆刚好在部分路面的开发费用积雪，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是，来关注一下国道27宁张线西宁到张掖这条路段，黑泉水库路基坍塌，半幅通行，部分管线路段呢靠山侧柔性防火破损，轮胎安全隐患，车辆注意观察地面，停止停车。五是铁路呢发生水毁，半幅通行，限速30公里每小时，超限超速的车辆呢禁止通行。长坂山隧道北路锦阳岭吴波岭路段呢是有积雪的，请观车辆注意减速慢行。再来关注省道方面的情况，省道301新线平安到青海湖，环湖东路D109线岔口到西海镇，道路安全设施施工，已经设置安全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来关注省道103平在线平安到戴龙这条路段，下到八桥存在安全隐患，新发时吨限速5公里每小时，距离龙武大桥500米处封闭施工，变道通行，此处变道通行到12月30日。我们再来关注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D6京藏高速公路马坪路段老拉峡1号、2号隧道兰州到西宁方向的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请过往司机们减速慢行，注意避让。那么来关注一下京藏高速公路台达木路匝道出入口全封闭通告的通知。那么根据西宁市政府工作安排，台达木路北浦道路复翻工。